大家好，日日坐地铁出去中山五路、北京路饮茶，今朝就芳村坐到去五月花嗰度饮茶去。今日节假日啊！今日三天假期嘅，几多人个个地铁、公园前假期嘅，呢度五月花出嚟。五月花广场啊，上去就中山五路、北京路。冰糖葫芦。啊，妈咪出这个吗？妈咪，我们可以出。好的。猪肉脯，做食嘅啦。火鸡。
澳门街。文通冰室好多分店，广州必打卡茶餐厅，寿司的呢度就是对面小马站西湖路北京路，呢度就是五月花广场。入面由父亲到八楼都是食肆，所谓路口。